身边机房，你亮亮这个事儿，你给我试试看呐、啊！你动手试试看，咱俩不知道，有事试试看，我让你咱给我试试看。你不要碰他，你不要碰他，走啊！他一会儿躺地上耍无赖，没有必要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违禁人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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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必要。不是我的，没有必要。你小姑娘的，出来给你算一算，你长得脏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我儿子钱很多。不是来这样来了，我看大家上来就指责他呀，人越来越多了，骂他了，后来他就不骂人了，他就心虚了嘛。然后他就坐那没吭声了。